这场波比还行，就懒得没有位移，另外四只都有。我们该知道波米第六胜了。我目前波比的胜率是100%。然后我最近有做一个波比教学影片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连接在聊天室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刚做好的新鲜出炉的波比打野教学影片。热乎乎的，你提包感觉现在练风暴比较好啊？三路过，我要速速解决那场，我就吓挂了。关系休闲模式，解个任务。波刀波比胜率超低，不定有40几吗？调好机，我觉得波比应该可以再改强一点，我觉得伤害要再高一点嘛，会好一点。不能再讲，牙术刚出来胜率也超低啊！牙术刚出来胜率30几%，创新低就后来不变超强。他 Q 距离真的有点太短了，很难中，长一点会好一点。然后波比有上那么点 Q 没有 gank 的话，因为为什么要点 Q， 我来跟大家讲解一下。我现在身上带着那个究极的毒素，这样的两段，你看，直接一下就死了，这样可以省很多血量。所以为什么上那要点 Q？你不点 Q 的话，你小子要再多靠一下，这样会被打，多花很多很多的血量。哇，下路一个被干克。哦，这个反蓝不错，自己去吃，蛮会的。会吃，会吃。没什么机会可以 gank， 我们去下路吧。石破没伤，感觉应该直接被牛闪顶，直接被杀掉了。不知道你会不会跑线、欸？没有。先跟不到。是。那个在这个位置被定到墙啊，走会不好，不然这里一个很会中路来讲，应该不会被定到的。那伤害很猛哦，被定到墙加 Q 的伤害超痛，直接把一波带走。刚好你这个位置桥这里，刚我是定到极限的距离，所以刚好死去。小路退，小路退，小路退。我刚刚看他点到小兵，哎，
都没扫，感觉他没六，再来一次。差不多快六了，要赶快过去。卡六阿角被我贴了啊，他2.5秒内啊不走，我上来打他还是有可能死。我干六了，跟他一样照杀。带走。他每次的位置都被我逼用到，不过我觉得刚刚我没逼用到他也是死啊，我打 W 开着他，哎呀，我走，坎特、啊。应该还会把多线推网，不推。快回吧，好嘞。哦，我靠！哦，这个 combo， 我干，这 combo 好屌啊，放死定了 ！combo 太神了吧？应该有眼。救个，帮个，漂亮，可以防到，我、哦、干完了，去死啊！守到底，那有力，守到底，那有力 ，nice， 漂亮，对面死光，还有时间又盯到阿里，改一波爆发。蓝 buff 在谁身上？哦，在范身上。查理，哦，壁咚他好爽啊！感觉真的有在壁咚真正阿里的感觉。你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？哦、让我整个都壁咚整起来了。找阿里不壁咚不行啊！各种壁咚阿里呀、啊，觉得心情畅快。特别舒畅。嗯，他现在蓝 buff 啊，等他个。被看到了，好，绕过去。来，雷克萨呢？查理好可怜哦，刚飞不走。哦 ，AP 牛，真假的，这么神！
没地方哎，野怪全没，上路也杀不到。不理他。啊，来不及！壁咚阿里，你大概只能弄到他的小腿吧，靠背。阿里的大腿很给力哦，你仔细看那个大腿。等等，给你们看一下阿里的大腿有多厉害，真的我不唬啊，很厉害那种。哦，你看这个大腿，哇，厉害厉害，黑死哇！感觉雷克萨怎么？哎，哦，惨死！干我干不该啊的，我让火神伤还没出了，我看这个标。漂亮，刚我失误，我不该啊！我活了死，哎，活人 R 对面无敌。我应该等他打完，我在哪的？刚感觉如果等他打完那个爆发，我再然后再用 R， 我应该有机会不会死。抱歉，我刚死也没差，上来打出来就好。那大大 W A T A N A B S A K I 八人干爹，哇！感谢订阅。嗨，雷克萨，拜拜。
打不起来，都糊弄。假如他能打起来，这雷克萨我刚才从头到尾都我都看到他，他看，哎，这个，霸气，哎，中路死了，中路死了。他被 gank 吗？哇，这个奈德利被懒得靠歪啊！东塔掉了，这塔我们要拿。路线助攻重击，我刚重击他。多吃一点饭，多吃才会长大。嗯，看来我撑全反装就好了。不要，说不要了还断我，过分。我们队伍伤害很够，我专心撑一脚。哎呀，三路怎么是单杀？还有吧，汽车看起来还行吧。哦，哦，啊，可惜没中，可惜可惜，中的话我应该有办法壁咚得到他。哎、欸，他被龙喷好多滴血了。怎么被龙喷啊？不要！要被龙喷啊，孩子，位置不好。哇干，狂了！啊，加油！换电话，好死。我操！想打输啦！刚我们 miss， 我跟兰姆都空欸。位置太差。怎么感觉我们组合会战好鸟啊？看那位置，直接一个被懒得一个助，感觉刚过去可大。
该可以抓到几个落单的白痴。亏啊，要弄一下。哎，牛是 support， 这样还蛮肥的。感觉我的波比手败要出现了吗？哦，奈德利，奈德利，奈德利死去。欸他队友嘞，他队友怎么支援那么慢？他盾上还冲他小送头欸，哇，他队友要直接全部飞过来欸，家当家里没大人哦。好，已经有人在那边堵我。哦，没有，他直接给我个棒棒。我刚以为雷克萨是要做什么可怕的事情，你要直接开了个捷运加速送头欸，动主完了完了完了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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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被开了？怎么被开了？完了，有人要被清了！还好。还有这个火人死亡，这个死掉一塔而已，没掉巴龙。我来捍卫家园了，守卫家园，嘣！好猛哦、喔！这大家好神哦、喔！神守塔，守住了、欸。不对，他回来了。啊，撑到魂来了！我不要让阿里过来，我中间卡开。漂亮，哇 ，S， 巴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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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吃巴龙。你转咯。敲歪！在！安安！
感觉我刚刚旁边开 W 的。我想说直接壁咚欸，可壁咚太慢了，我应该到他旁边直接开 W。就壁咚太慢了，壁咚还有一个动作啊，他这样比较快。龙要起，没有，我刚想说直接壁咚啊，想我壁咚应该比他那个盾力还快。真耀眼。哦，拿到了。滚吧！啊，死去！我这个大，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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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好烫啊！漂亮，好烫哦！哦，杀到啊，是啊。逆转啦。怎么来的力位置不错。我被代替他去死啊。陆先就交给我了，好的，深深之意，陆先就交给你了。ID 够中二，我希望。波比交给我靠呗。哦，还有定歪了。波比自己人啊，别杀我啊，自己人嘎嘎浪欸。哇，好烫哦！欸，不要啊，火人，我那火人，火人一个身受重伤。欸，我扭，我扭。
哦，这个大绝，还想顶回去？不可能，通通去死吧！不！刚玩了一个，想说一个前排收完了，我就一个帅气闪移壁咚露西恩，想说队友会跟上，发现队友在打，懒得啊，送头了。TYTY 四四五二，谢谢订阅。对啊，队友应该不知道我太快了，因为我刚看牛死了，阿里也死了。小两个倒了，我就是该进去壁咚一个。然后刚才位置壁咚到 AD， 我就冲了。然后发现原来队友在打特兰德。刚才如果拉掉的话，这个应该是水晶，应该是拿到了。冲动啊，冲动是魔鬼啊！干嘛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波比呢？想动我？这能干嘛？嗨！靠你们的队友！靠你们的队友！哦，稳了 ，nice 队友，可狙狙狙，快去推塔队友，别玩啦！哦哇，打剑我也赢啦，这波漂亮，我一个肉身开战屌贝特。直接屌赢这一波！你有没有看到吗？哎，这放好强哦！GG。